偷穿我的衣服，你每次也都用我的东西啊！你每次都用我的东西，你也用我身上的东西，用我身上的东西，用我的。那我今天不拿你包包呢？因为我上次想用这个包包的时候被他拿走，所以我很生气，所以我就不想借给你。但昨天大家都说你吵架跟我长得很像，我就觉得我算你道歉。干嘛啊？这十七天之后，我再讲一次。今天我要拿王宇的包包的时候，然后他跟我说我不能拿他包包，不能用他。然后他床上都穿我的裤子，哎。对啊，但是你也有穿我的裤子，你也用我的充电器啊。但我今天就是只是不想借你这个包包而已。他没有借。但今天你是在跟我借东西，我不借东西代表我自私吗？他今天没有在用这个包包，他就不借我包包了。他说呢，没有啊，我借走就可以借。我昨天想用这个包包的时候，你可以去把那个包拿走了。都可以穿我的裤子，那你也随时可以用我的裤子啊。你有穿我的衣服吗？你每次都穿我的衣服，你每次也都用我的东西啊。你每次都用我的东西，你用我身上的东西，用我身上的东西，用我的。那我今天不拿你的包包呢？因为我上次想用这个包包的时候被他拿走，所以我很生气，所以就不想借给你。上次拿这个包包的时候被他拿走，就可以很生气。哇，所以哇。我就是不想借你的包包。Love your explanation. 我就是不想借你我的包包，就这样。哦，可以的，我要拿个吉他。我想吉他，你不要拿我的吉他。拿你的衣服，拿你的娃娃，拿你的枕头。王彦哭。结束了吗？他们结束了吗？昨天大家都说你吵架跟我长得很像，哎，很多人都误会是你是我，哎，我觉得我是很抱歉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本人真的好美，谢谢。然后，哎，你们真的太辛苦了啦！我们爱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湿湿的爱，真是湿湿的爱。